嗨，这是 Chanlin from Linton Design。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是位于 Marple， 然后它是一个20多年前的 Townhouse。然后我们这次的设计理念呢，是一个现代北欧风的室内设计专案。然后我们的设计理念上面呢，就是结合实用性和美观，然后来呈现那种简洁、温暖又舒适的居家环境。然后在材质的运用上面呢，我们做温暖的木头质地呢，是现代北欧风不可缺少的元素。那像是我们的橱柜呢，也都是以原色木板面为主。另外呢，我们用了很多那种人字形的橡木地板呢，就是 herringbone， 让整个整体设计添加一份那种很优雅的气质，还有很细致的变化。然后你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入门口 foyer 的地方呢，我们把之前的 pony wall 把它打掉，然后在那个之前的很 typical 进去的一个衣橱的空间，我们把它做成一个 mud room， 所以你回到家，你就可以放你一些衣服啊、鞋子啊、帽子。今天这个 side visa 呢，大概看样子大概还有2个月应该就会完工了，然后地板也好了，厨房这些橱柜装好了，然后 countertop。Plumbing fixtures, appliances 这些都进来了，然后之后就会剩下一些 detail 啊，就是一些 finish work， 然后再装灯，所以预估大概2个月可以好。那为了达到这个现代北欧风室内设计的基建风格呢，我们选择那种不复杂的家具，然后同时减少家中那种不必要的装饰品，让室内空间很多有呼吸的地方，然后很有秩序感。另外呢，我们在设计上运用一些元素，例如说造型的吊灯啊、大理石的墙面，然后让室内空间注入那种变化跟活力，也提升在设计上的那种丰富跟细腻感。另一个部分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在厨房的空间，因为本来的设计上面呢，它是很 typical 的厨房，加上 nook， 然后 family room，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改变，就是把在厨房的部分，它的 nook 全部合在一起，做成一个比较大型的厨房，那里多了很多橱柜的空间，然后再把之前的小小的 family room 呢，这样做成 dining 的 area，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一走到房子的后面，全部就是厨房跟吃饭的空间。那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